那样行为很不应该啊，这个也应该要深自的检讨。立委的布局哈，这个都必须审慎的来做评估。现在我的工作是市长，就把市政做好了哈。那其他这个现在都还在这个立委总统选举，那个都在这个到底这个很久以后的事情，现在我没有办法评论，我也没有办法判断。